然后现在反正是网上也在传了，说张一凡从小怎么怎么聪明，怎么怎么个神童什么的。这个因为今天反正我讲我的这个数学人生，我能说什么呢？我可以说一点实话，但如果哪些地方大家觉得我这个在自我吹嘘什么的，我只能请大家原谅。如果说跟以后比起来，那些神童什么的有很多宣传的来比呢，应该说我小时候是这块是有点神的，没有任何人教过我。我小时候，那可能还更早吧。我最喜欢一门学科是什么呢？最早喜欢的一门学科，不是数学，也不是物理，也不是化学，也不是什么的，居然是什么是地理。就是我在上，首先，我大概是三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读长篇小说。我读的第一本是那个《林海雪原》，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而且大概三岁到四岁左右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现在想想，我也觉得不可思议，那些字我怎么认识的？那个时候还我会问大人，但是一般大人那基本的那种书，他那个字，那至少这个大人还会教我的，反正教我就那就我就都认识了。我能读长篇小说，尽管错别字很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反正大概能看懂。但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我最小的我小时候大概也是四岁五岁，至少反正上小学之前，我喜欢是我最开始喜欢一门什么学科？是地理。于是呢，我现在才记得呢，我能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那时候世界上还是100多个国家，现在好像已经200多了，是吧？100多个国家，可能有，我也搞不清到底有多少。大部分国家的那首都的名字我都能背下来，那很奇怪，也没人教我。从我那些舅舅什么留下来的一些就是那个初中的教科书啊什么的，就大部分就都能背下来。后来有一度呢，又去喜欢什么呢？喜欢历史，于是中国这些朝代的这个编号什么的，至少我都能记住，而且中国历史上很多皇帝啊什么这些，反正我都能记住。然后呢，那么就说我们看到很多这个神童的故事，但是我看了以后啊，我是觉得非常感触的。跟他们比，应该说我是很不幸运，没有人知道我，这小孩有点怪怪的，觉得这小孩呢好像。我说这个小孩他性格比较内向，那是到从小他们还是有人关注意到，可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儿童心理学啊，也没有什么天才儿童班什么的，就反正就这么过了。可我大概是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我都得了一个很强的一种抑郁症。什么叫抑郁症？我就特别担心我这样是正常的。因为我发现我还是跟别的小孩不一样的，他们爱我玩，其实我也能玩，但总的来讲，我那就喜欢一个人在那里，一个人就找书看，就把我的那些舅舅姨妈那留下的那些初中的那些教科书，那时候差不多都看遍了，那是饥不择食，什么都看，那不光是数学，就这样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这样问一下，就说难道我父母他们就没有发现过吗？因为毕竟我父亲他们每年还是能就能回来探亲啊，能见到这个独生子什么的。一直到去年，后来我回想这个事情，我回想起来了，我妹妹告诉我一件事情，说大概也是我可能，但她也搞不清到底哪里我多大岁数。他说呢，大概在我就刚开始上小学的那个时候吧，我父亲有一次觉得这儿子还有点特别，给我做一次特别的测验，测什么呢？测我的记忆力。他给我讲一个《西游记》的故事，什么孙悟空这个什么三打白骨精啊，什么大闹天宫啊，什么火焰山什么，讲一个。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故事给我说一遍？就我给他全复述了一遍。他。
他数据的时候，我认识数据是一次不差，就你多想一遍，我给你背出来。还有一次，我包括我父亲的一些当时清华一些同事，印象很深的，那应该是我上小学之前。他们是也是可能放暑假吧，就是在上海那个复兴公园，大家对上海交流或者上海一带交流，在复兴公园就相聚，然后我父亲把我带去的，就说听你这小孩，他小时候就已经自己能看书了，让他给我们讲个故事，我给他们就讲《西游记》里头那个真假西天什么的，假西天那个故事，那是我从一本年画画里看出来的。后来我父亲是跟我外婆说，这个小孩将来那是不得了的，他将来就是甚至还就想能不能有一些专门就是那种培养这种，现在可能就是很多了是吧，天才儿童的那种培养班什么，能不能就让他专门去培养一下，但是反正才说了这么一次。后来我妹妹跟我提起这个事情呢，我回忆起来，他是考过，但我不知道他是在故意考我，就是我父亲，也没有说有没有设想。总而言之，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后来到了大概八九岁的时候，那就我才发现我特别喜欢数学。喜欢数学那应该是更早一点呢，有一种奇怪的一种好奇心。就是好像用小学的那些加减乘除呢，我是很早就自己都学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学的，反正自学都学会了。就是到那个中学那个代数，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竟然知道为什么它要出什么 x y c， 这到底是什么数？就老想搞清楚，为什么是 x， 什么是 y， 什么就在想这些事情，就开始也搞不清楚。但后来就是看初中书法也都搞清楚。但是对我那个影响最深的是，应该是在八岁到九岁之间吧，我买了一本书叫《十万个为什么》，第八册，第一版的第八册。后来《十万个为什么》现在是不是已经，我也不知道出已经这多少版了，很多版了。但是我前两年翻起最新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我还觉得非常非常亲切。我是从倒过来，因为我钱太少，我外婆给我一点零花钱，我就倒过来买那个第八册数学，6毛5，第七册动物7毛，第六册地质7毛5，我都记得，正好就我想买书，在第五季的后来没钱了，买不起了也就算了。然后就是这个数学这个。我记得那一版的第一版那《十万个为什么》的数学册里头啊，他一开始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讲那个数学里，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叫毛病丝带，就在非定向那个带，说一只蚂蚁放在这个带上，放在这个带上，它可以把这个正反面都给你走遍了。但如果是一个环带的话，你把这个蚂蚁放在一面啊，除非它去翻山越岭越过这个边界的话，否则它只能永远停留在一面。是吧？然后这个里头呢，这里头有两篇给我的印象是，那还有格尼斯堡的七桥问题啊，或者是我都在里头看到，但是都有两篇是给我印象特别深。一篇，它的那个题目就是说，任何一个基本上讲，任何一个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数数之和吗？哥德巴赫才行，在那里头他翻译不叫哥德巴赫，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叫古特拔黑，古代的古特别的特，就拔高的拔，黑色的黑，欧拉倒是他那个名字。他那一段给我印象很深，他一开始就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素数，我他叫质数啊，他说质数是一个非常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这里蕴含了很多秘密，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数那古特巴黑问题就是其中一个，1742年哥德巴赫给欧拉写的信。然后这段的最后结尾呢，他说最近伟大的苏联数学家维勒格拉多夫已
经成功的证明，任何一个恒大的乘数都是不超过四个数组之和，实在是任何一个恒大的奇数是不超过三个数组之和，对吧？但在鸟谷树里面，最多四个还一样。这里古特巴对问题的证明已经接近了。他分量级里200多年来，这个问题好像谁也做不了的。还有一个叫什么叫费尔曼大定理？什么叫费尔曼大定理？他最后说这个问题最后一段的结尾，我还记得很清楚。看来这个问题还要留在未来的数学家去解决。读者们努力。但据我记忆啊，这个里头。就这个第八册里的没有人生做菜，这么人生做菜下我是比较晚才知道。好，等一下喝一点水。讲的以后会渴。然后呢，大概就这两个问题，这一个10万个为什么，大概就奠定了我一生的最后的兴趣所在，就是数学。我别的东西，我的爱好应该说很广泛，后来也不是说我对别的东西都没兴趣，但就是喜欢数学。然后呢，这里还有，我这个人很不好，喜欢自我吹牛是不是？我估计这算第一次吹牛吧。我最小的时候还做过一个非常一个特别的有一件事情还是很特别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就虽然已经看到也知道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证明的，也模模糊糊知道证明的，但没有人教过我什么叫数学证明，怎么去写一个数学证明。这个两个问题呢，现在回想起来，我倒是跟后来我们有很多这个业余爱好者不太一样。我也不像那个徐慈先生在那个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里提到的那样，那个老师跟中学生一说《哥德巴赫猜想》是皇冠上的明珠，很多聪明的学生就说这个人了不起啊，我就能把他证出来，第二天就来一大堆证明。我没做过这个事，我就想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也说不出来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难，我觉得我证不出来，就现在我也证不出来，是吧？这是一点，但是后来呢，我证明了一个相对要是容易的多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那勾股定理，也是就是在没有任何人教过我的情况下，我发现数学是可以证明的。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小时候有点太孤僻了，太就是不合群那样的，可能也是当时那个实际条件所限，也没人管我。我就喜欢一个人在那儿就胡思乱想，我不是说我早就担心我是不是有精神病啊，我自己都怕自己有精神病，整天在那儿胡思乱想。有一次我记得非常清楚，是那天中午我外婆在那里炒菜做饭的时候，我站在那后面，我就想一个事情。不过那个证明后来是别人也有，大家可以查一查跟那勾股定理的证明。我说，如果我把一个大的三角形和一个小的三角形套在一起，那小的三角形就斜的套在一个大的三角形里头，就好，那个大的三角形的边长是 a 加 b， 小的三角形边长是 c， 会出什么样的事情？结果就是那个图形就比较这个大，因为它那结出了四个那个直角三角形嘛，对吧？小的套在里头。最后就做了一个比较，我发现哦，原来数学是可以这么证出来的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这可能是我小时候可以说是一个最辉煌的一次，现在最辉煌的一件事。我没有任何人教过我数学能够证明，我那时候大概就小学可能最多是3年级的学生，我自己独立发现啊，数学是可以证出来，可以用这种方法证出来。这一部分知识记者，然后这些年呢就过去了。那时候反正是总的来讲，我对自己小的时候是想起来有点很不满意，条件太差。
后来看了很多，哎呦，这个人就是神童，什么十几岁就进于什么十二、十三、四岁就是进大学，多少很年轻就拿了博士，就怎么样怎么样。我看了以后，说实话，我只能说我最羡慕这些人。可惜那个时候这种条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吧，我外婆对我很好。总的小时候呢，我不能说我过得不幸福，但应该说我精神上并不满足。然后呢，1966年文革，我是小学四年级学生，就不用说了。1968年，最后我父母还是把我接回北京了。但那个时候呢，就回了北京以后，尽管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一点关于，尽管我高中数学其实也没有学得好，已经有点不满足，就想去学什么高等数学什么的，只不过那时候找不到书了。后来呢，但是那个时候呢，当时的政治气氛是什么样的，就认为不要说读书无用论的点，就是越有知识越反动啊，知识分子一直是受压的。这个时候其实我在我父母身边呢过得并不幸福，尽管没有人说，确实没有任何人鼓励我，就觉得反正那个我这东西又跟那个时代就太格格不入。而且我在北京，其实我在北京你说所谓上初中也就上了这一年多，就在清华附中。很有意思，今年清华附中的百年校庆，居然我们的那些校友还都记得我，又这次又回来又来找我了，又找到我了。我是本来也想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我不太想太深张，那找到我那就好，那就过去。但是那一年多呢，确实是我也没，我那些数学对我，那点数学对我，我记得那人去算，我们为了什么呢？为了造一栋房子，我们占用了多少贫下中农的土地呀、啊？什么的，这些是多大的罪恶？就是我记得那次在班上，别的同学还算不出来，就我第一，反正至少我是第一个算出来的。而且这里我就提一下，因为有一个老师，他想来跟。本来他是要来看我的，他因为家里有事来不了，现在岁数也很大。就是我这次刚回到北京，清华附中的校长和一些老师和一些同学来看我，还做一个录像什么的。他提到说，你过去一个班主任要来看你，你还记得吗？我说你让我猜一猜，就我一下就猜出来了。他的名字我还记得呢，他是教语文的，我想大概有些事情他大概也能提。有一次呢，是那时候讲语文，就是讲毛主席诗词，毛主席的那个《菩萨蛮》，黄鹤人黄鹤楼，茫茫九派留中国，层层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归什么处啊？我不用背了，就是王老师在黑板上讲了讲，他写在黄鹤楼过去一首诗，当面在那时候写的乱没关系。好像也不叫讽刺，什么官大题了。他写的那前四句，就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还，白云千载空悠悠。就我当时看了，我就记住了。后来我就跟他提，他说这只是一半儿，下一半后来他没跟我说，我是过了好几年才知道这下一半，但现在我是不知道的。还有一次呢，那时候老师各种革命历史，当时上海有一个知识青年叫金训华，到黑龙江去参会，在那里他好像是在河里头，现在想起来为了抢救国家的木材就牺牲了，就烈士。于是呢，就当时有人写了金训华之歌，结果就那时候王老师拿这个来做那个教材，就讲给大家听。后来有一次，那次下课我跟王老师说，你想过来我已经都记住，试试看我来背。就有些次我发音不准，一个叫什么睡土炕，我想起言苗宗亮暖流涌心房，这句话我还记得，我给背错了，这念成睡土坑了。不过这现在回想起来基本上我还都能记得。我想可能那几件事情给王老师的印象很深，我还记得我这位老师。但是也就实际上我在那儿待了呢还不到两年，一年多其实。然后再下一步就是更严峻的考验就来了，
眼睛，没什么太严峻。那时候我的数学时间概好是大概就基本上就没了，就跟家里下放。我父亲先去下放到那个当时就是清华还北大也在那里，他有个是江西渝中农场，到那儿去种地去。过了几个月以后，我跟我妈下放到，因为我妈一直还是邮电系统的，1970年湖北的阳新县，那个这个他叫武器干校，我在那里过了就是过了大概不到2年的时间吧。在那里他也有一个所谓的辅助中学，不过那个真是也真没教出什么，教什么学什么的，主要就是干体力活动。然后呢，在那里干了呢，我记得是70年去，大概71年呢，因为文革过了那么多年，你是没有必要宽松了，就是说后来就七一年的暑假，我回上海去探亲，从湖北坐船回上海。那时候书店已经可以卖一些就文革前出的一些这种就是这种科普的书了，所以我又发现一本书，是这次就那上海复旦大学的夏道行还是夏道行啊，夏道行教授写的一本书。那个题目很简单，派和义。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派和义是数学中的两个最基本的常数，是吧？在数论中比较关心的就是说这个数它是有理数还是无理数啊，还是什么。从那个里头呢，我才就知道有一个新的证明，义是个无理数。义是无理数那证明其实相对是很简单，而且他用反证法来证明，他说派也是无理数，但派是无理数呢，他说这个太复杂了，我就没有证明，就那里头没有给出证明。后来呢，不过那个我知道呢，其实应该是比那个更早，就上小学时候就知道了，在《十万个为什么》里头也提到过，就是那个就是古希腊那三大几何难题。就最后一个叫化圆为方啊，或者什么？为什么？他说，因为派是个超越数，所以你不可能化圆为方是无解的，是做不到的。那我就知道。然后那个，而这本《派和义》这本书里呢，又专门提到了派和义是超越数，当然那证明他就更不给出来了。我那确实太复杂了。就这本书好像又激发了我对数学的兴趣了。就是因为后来过了大概半年多以后呢，就回到北京了。回到北京呢，那时候也很不巧，因为我父亲其实那时候他也是属于那种有历史问题的。我们知道那时候你是个地下党的话，将来你说多少有点嫌疑，是特务还是叛徒，多少会有点嫌疑的。就他属于那种历史问题没有解决的，所以我回到北京那时候我也没有机会上高中。而且实际上就是连初中就找一个一般的那个工作，反正都是就拖了很长很长时间，拖了大约1-2年吧。于是那段时间呢，好像也有点闲着没事干，又回到数学，想去看看数学。不过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是也真够可怜的。北京西单旧书店摆了一本书，挂罗根的那《书论导语》。我跑到那儿，我就经常去翻这本书，但那本书就5块。那时候我父母对我在经济上还是很限制，5块我真买不起这本书，一本旧书。我只能在那这眼巴巴，每次就在那，但我就去翻了很多，就后来总算在那至少学会了为什么派是个无理数，在我知道证明了，我也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就是说，在我上大学之前呢。实际上我的教育是非常凌乱，我对数学，这个要说一下，1973年就是陈景润一加二出来以后，我还真去啃过他出来论文，至少他那个大致的，其实我当时基础知识非常缺，大致的思路我还是看懂的，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总的讲我的知识还是很凌乱的，而且实际上我的兴趣，这什么书我都喜欢看。
数学喜欢看那什么别的文科啊，什么历史啊，什么古代史诗。总而言之是就是非常凌乱，一直等到这个文革结束以后，总算是如愿以偿的考上了大学。于是呢，这段经历就过来了。但是呢，我想那时候小时候这种经历我们过来了，可以说有一点，一个人小孩他有这种经历，而且如果他在这方面他又不是一种随便跟那个现实妥协的话，这种性格会有会有很多倔强的一面。我觉得这一点在我身上，实际上在我内心深处，好像今天上午有人说采访的时候还跟我提到，你真的很像个绅士。也好像个绅士吧。其实我内心来讲，我知道我有倔强的一种，就是不妥协、不屈服的这一种。这可能跟小时候这种经历有关。然后呢，上了大学，我应该说，就像我在很多场合我都讲过的，我最应该感激的就是北大，是北大给我在数学上奠定的那个就是。一个扎实的基础，这种基本训练的扎实，北大那时候是做到，北大一直强调这个。于是像微积分也好，或者什么叫，以前其实都糊里糊涂，都学过，都自己瞎看的，而且都，而且那时候也不懂，就抓起一本什么书就看什么书，到底学懂了多少我还想不清楚。现在呢，到了北大以后就都学懂了。后来我发现我的兴趣呢，其实还是在熟论里面。就是说，于是呢，就是研究生呢，就去最后读的还是熟论。在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呢，自己就开始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就要讲一讲这个学习方法什么的，就是说不要束缚你自己的想象力。就是你要是想的话，你可以放开去想。而在学数学的时候，要特别关注的一个是，就是刚才我跟别人谈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知道两个，不是说数学里头两个不同的 topics， 或者两个方面，就是那个方面看起来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觉得这两个东西之间会有一个就是。你能觉得他们之间会有一个那个就是内在的一种联系，可能总往这方面去做，容易出的是一个大的东西。我们上北大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不过我说是北大的好处，我相信清华也一样，好吧，我先打个招呼。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物质条件现象起来跟现在你说也不能比。我这最近我都在抱怨，这个回国有一个很大的。困惑，饭局太多，吃得太好，我从最近好像吃出毛病来，会不会？可是那时候严格讲零年啊什么，那是我七八年上的大学嘛，那时候就确实普遍的营养是不够的，营养也不够。可是大家那时候学习的热情特别高，而且大家那时候有一点，关键那时候，就像我们是上个月我们就北大七八零一。数学系是01编号，七八零一的那个聚会，我就这么提了。那时候我是足够单纯的，就想着就做学问，怎么样把书读好。你在这学读书的时候，你来一个难题，我们大家这个对在一起玩，就废寝忘食，一定要把它给做出来啊什么的。而这种精神现在还有没有呢？我也不敢说了。于是呢。在北大还是过得很好，很充实。后来就是读这个，就是我跟潘成彪教授读硕士生啊。实际上我的硕士生很快就结束了。实际上我还在北大还留下任教了大概一个学期吧，就是教那微积分啊，给学生上习题课，觉得很充实。那一段时间呢，现在回想起来呢，是就是中国的解题书论啊，就是他正好要走到一个。就还能不能跟国际接轨？解题书论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是有几个国家，像英国、美国倒是主要还是靠着一些欧洲区的一些数学家，它是个强项啊。前苏联也是很强，有这么几个强国，而中国人能够自豪的
我们中国铁骑书论是华罗庚教授开创出来的，华罗庚教授、米诗赫教授，我们的铁骑书论也是强项，一直到现在，中科院说长马一个陈景润怎么样，是一个强项。但是就是我那时候读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一样，如果中国的解析书论不能再跟当时的国际的那些东西，就是当时欧洲波兰的一万列奇和那法国的一个那个名字常常的完全不准，他们就开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如果我们不去跟那些东西接轨的话呢，中国的解析书论会落后。而那时候我觉得我这人是其实是应该是最适合干这个事情的，就是结果，因为我对那些人一直有兴趣，就包括像代数啊，像抽象代数啊，或者什么几何什么的，还是我还是因为还是一直是保持兴趣。但是呢，现在想起来，我也不想再去提什么的。总而言之呢，那时候应该说是一种一念之差，最后好说一定要让我去那个学代数几何。实际上这个要说，他们很多人都反对。说干嘛让咱们还学得好好的，干嘛让咱们去学呢？1984年我就在安徽合肥开那个全国书论会议，后来有一位老师，他去年还把那时候保留下来那个会议的那议程表什么还给我用 email 给我传来了。他那时候潘春标老师就是给我看他写的一封信，那封信里就说这位老师他就见过一次，而张一堂的脑子很清楚，现在书论还是有的可做的，再去改行好像有点可惜了。其实当时很多人都这么认为。那不管怎么样，然后呢，往后那一段呢，我不想说太多了。我到了美国，就去跟另外一个人就去学代数几何去了。我这里讲的后来我的代数几何知识呢，是大部分是我自己去，因为他做的实际上是一种经典的代数几何，基本上还是抽交换代数，但技巧进步不强。我不是说我没跟他学过一些东西，我也是，而且在这方面呢，我也确实有些东西应该是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有很多很多事情呢，这个我想就算了，好像我现在跟他有个默契，就我们都不谈中间有一些事情，就弄得也很不愉快。后来甚至弄出这么一个笑话，我的这个博士论文，有人说我的博士论文是错的，是被他弄错了，那倒也不是，因为博士论文里头这一个结果，这一个部分结果那还是对的。后来有别的学校，下面滨州州立大学那个教授看了一块，欣赏得不得了。有一次有一个人要到香港理科大学去找那个教职啊，请他写推荐信，这是我去年才听说的，他们给搞错了，都中国人名啊，他以为这是我写的，就给我写了非常好的推荐信，就那人找到教职了，我呢自己那时候也找不到教职。但是在这个里头我要讲的就是说啊，我据说我普渡大学那位导师呢，我是根本我都实在懒得去看，我想这个事情过去就算了，我现在也不去记。据说他在网上是左一篇右一篇为自己辩护，说这个那个，说我说他写那么多干嘛呢？我没去看，但从别人告诉我是其中有一些事情，那不管怎么说是他的错，而且很离谱的错，他不提，我也是不提的，这事情就过去了。总而言之呢，大学毕就是那个呢，就拿到这个偏学地以后，他也不给我写推荐信，总而我也必须。很多年没找到工作，弄到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好像瞧人沦落到我要到街头去要饭了，是吧？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那么悲惨，我有一些朋友，开始呢就是我临时帮你们就是他做一些什么餐馆业啊什么，临时说我帮你算算账啊，或者是后来呢我也确实后来就是这么几年已经那么过去了，而这几年里头。我又回到了解析书论。那回到解析书论这里啊，有时候啊，如果一个东西你把它放一段时间回头再看，可能你会有新的感觉，你感觉会不一样。
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我应该还是在北大读本科生的时候，我是七八级，要给那个七九级合着掉，七八七九级在一起。就当时一些本科生都是说数学太难了，怎么样能把微积分学好？要请这个请几个，就是我们学得好的上去讲。就其中我也去上去讲，我讲过一句话，到现在我还是印象很深。就现在我还是就奉行这个东西，这个原则。你要就是经常自己问自己，这个东西我到底学懂了没？但是你不要轻易的说啊，这个东西我都会了，我就可以放一边去，不是这样。特别像这个，像这种解析书论这么一个那么高度技术性的东西，我以前是学过很多东西，但是回头来看，我经常发现的是，我没有觉得自己好像是怎么了不起，我这人怎么聪明，怎么就聪明绝顶。也许因为我这人在什么不高傲，所以遇到了低谷，我就比较能平稳的过去。我总是对自己不满，觉得这个东西我怎么就没把它给学好。这个东西怎么那时候学了半天，怎么现在这一点都没看出来？我总是给自己挑毛病，觉得自己学的不够。而且一个东西，如果特别那个比较复杂的东西，如果你是反复的去弄的话，你感觉会不一样。好，我们就想过来。后来呢，毕竟我还做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在2001年那篇在那《Brooks数学杂志》上发表的那篇文章，那篇文章至今人们对它评价还很高。关于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我可能会等一会儿再讲。就是那些年，我又回到解析书论了。其中，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是，我把当时从1986、87年，可能最后一篇当时89年吧，有三个那著名的数学家，一个就是邦比尔瑞、弗雷德曼跟那个伊万涅奇。伊万涅奇是我的那个主要审稿人，其实这三个人都是我的审稿人。他们发表了一套系列文章，就是苏在那个就磨很大的那个磨，就是很大的那个代数级这个算术级数里的分布。这篇文章给我的印象就特别深，但是就是看，就是后来我发现。他们这一套系列文章，真的世界上大概是没几个人能把它看的，可能也是太复杂了。后来包括我到一些著名的大学里头，跟一些这也是解析书论的专家，跟他们谈，我发现很多人确实是看不懂这些，没看懂这篇他们的文章。但那时候我是把它给看懂了。他没看懂，他要证明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呢？这我重复一下，我昨天我在北大其实大师也讲过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我们知道书论里头一个最有名的叫黎曼假设，是吧？而黎曼假设呢，其实这个词，其实在数学里头经常一个词它可能有不同的意思。传统意义上的黎曼假设是对一个函数来讲的，后来呢，有一个中文叫广义黎曼假设，现在也不一样，我知道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词。就是更广的那黎曼假设，它是对一大类的函数来讲的，就每一个这样的函数，它的零点都是在实部都是二分之一，好，这叫广义黎曼假设，那就比传统的黎曼假设应该更困难，远远没有解决。这个广义黎曼假设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吧，就是研究素数在等差级数里的分布。于是呢，像那些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包括王元教授那时候说，在广义黎曼假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出1+3啊或者什么的，就是说因为这个假设太重要了。但也正好是在大概是上世纪的60年代的时候，有两个数学家，一个叫包括最早在这方面开拓者，可能应该说先是一个匈牙利叫瑞恩，不过他那结果就是只是给出一个定性的存在一个什么东西。后来是潘成栋教授在这方面是，他能做到1+5什么的，所以这方面他在这方面取得很大的进展。尽管广义黎曼假设没有被证明，但是你能够证出一些无条件的结果，这
这个结果可以部分的取代广义黎曼小四。这条路被认为是很重要的一条路，很多人都在说，一直到1965年，两个数学家，一个是意大利的绑比尔，这现在我提到过他，去年我们还在高等研究所还见到过很多次。一个是前苏联的一个叫米勒德拉多夫，那是个年轻的米勒德拉多夫，两个米勒德，而他们没有什么血统关系。现在前苏联这个米勒德拉多夫在哪里？这我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在同一年，他们发现了一个就是现在被称为这个绑比尔的米勒德拉多夫，他们是两人独立的证明的一个结果。是，就是这个结果当然比广义黎曼假设是很弱的。但应用在这个算术级数中的这个素数在算术级数中的分布来讲呢，它实际上可以取代广义黎曼假设。就是我现在不讲定广义黎曼假设，无条件的我也能得出同样的结果。这是绑比尔韦之所以能得第二次奖的一个最重要的功夫。那被认为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而用了这个结果呢，这个绑比尔韦林的德拉诺夫定理马上就推。可以推出一加三，但是一加二呢？所以我这个我们的陈景润先生在这方面做的非常的耐心，把这个正是把筛法推广到极致。好，这我就不说。于是现在就有一个方向，在这个方向，后来有人提出一个猜想啊，就是比这个绑比尔韦德拉诺夫就更强，定理更强，那也就已经超出了那个广义黎曼假设的能够。达到的范围，说这能不能往前推进？这就叫英文叫 strong version of the Barbieri Binet-Randolph， 就比它更强的结果。它这里牵扯到一个指数，他们那指数就是说，我们说那个就是等差级数是 a 模 d， 它那个 d 是最多能取到那个整个长度的二分之一，啊，二分之一次方。就比如说一个等差系数 A 加上 D A 加上 2D A 加上 3D 一直 A 加上 ND A 加上 ND 呢是正好小于一个数叫 X， 当 D 是小于 X 的根号 X 就二分之一次方的话，就是先是有条件的广义黎曼假设说我们能够控制住这个素数的这个分布，广义黎曼假设德拉诺夫告诉你无条件我们可以控制。下一个问题，如果 d 要是大于 x 的二分之一次方，哪怕就是二分之一加个伊普什姆次方，能不能控制住？现在一个最强的一个结果，一个那个一个猜想，那个伊利诺伊利特什么哈布斯的猜想，就是 d 等于 x 的一减伊普什姆次方，应该都能控制住。不过这个结果太强。后来也是因为我证出了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证出以后，别人才告诉我。当时的年轻的一位内奇在上世纪70年代，他就是称为他是一个青年之梦，青春之梦吧。他说我要证明这个 strong 的这个 version of Barbieri 的，就是 d 要大于这二分之一次方，这个次数能比二分之一大。他就一直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到80年代，他就跟绑比尔韦弗雷格兰一起做。后来这里头有一个共识很有意思，做到最后，绑比尔韦退出了，他们做了几年都做不下去。后来弗雷格兰也退出了，一般历史还坚持时间最长，但最后他还是做不出来。他有很多那种部分性结论，那些结果对我那个启示也很大，但最后关键的是。又是跨不过去，然后呢，这也是后来是也是这个故事都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他们那时候只是要就想解决这个，就想把这方面就是素数在那个等差级数里的分布，就是或者算术级数里的分布一样的，能把这个能突破这个黎曼假设能达到的这个极限，这是一个问题。然后呢，这个问题就撂下了，谁也做不动了。过了大概10几年，到了2000几年的时候呢，另外三个数学家就是 Stone、Pins 和
和那个 Uterine， 他们去研究就是染色素是问题。在研究研究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证明存在无穷多对数，就他们之间之差正好是二。那至少呢，他们就比如他们之差是小于什么？小于一个固定的一个常数，小于2000万，小于2亿、20亿，你只要有个常数就行了。他们最后就发现啊，这个问题的研究呢，正好归结到，如果你把仿比瑞维那个德拉多夫那个二分之一那个指数往前推进一点，只要加一个依附行就够了，那就对了。这是他们在2005年在那个丹尼斯堂那个文章就证明的，你只要推进一点，加个依附行就出来了。那么你这个问题一下子就热门了、后来我也是。我那时候孤陋寡闻，就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2008年在美国西部的那个数学那个研究所，那个美这叫美国数学研究所，是个这个富翁资助的，专门开了一个他叫 workshop， 就开一个星期的会，把所有的这方面的专家都请在一起，我们一起讨论一个星期，看能不能给出一个最后给他一个解决。一个解答。听说在那个会上，好像所有的人都去问关于气，因为他是这方面的权威啊，他在这方面做的是最多的。这么一个星期以后呢，好像所有的人都悲观了，他们就认为这个问题是无解之谜，目前的办法是不可能解决，改进一个依附行为是不可能的。2008年，于是这个东西就放下了。但是2010年。但我不知道开过这个会，我在看那前三个人的东西，我说可以，我来做。他们说你要改进依附系统，可是这改进依附系统呢，我以前已经想过很多次，但是我没有想过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们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加一个条件，就是你再把它稍微把这个要求就是加弱一点，就是把要求弱一点，就把条件就是。反正改一下那个条件，对那个 D 做一个限制，从那里就去想。这时候我发现啊，我那时候就是在打工的时候，我下的那些功夫真没有白费。就我都看到了，就发现这东西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做呢？是可以往这方面做的。于是，当然我们就不说了，那就网上传了很多的我就是什么在有一天什么2012年7月3号突然得到一个灵感，那是真的。但这个灵感的得到呢，实际上也是很长很长时间的积累。好，我就下面呢，我再讲一下，就是说我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我怎么样又回到这个学术这个范畴呢？实际上呢，我在那里就是瞎混，但我有一些朋友啊。比较关心我的北大数学系80级的有一个，那时候实际上我还教过他课，但后来到普渡以后也是我的同学，后来他改行到英台尔去，现在在英台尔。他1999年有一次，正好那时候我到纽约去，他也到纽约来开会，他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在网络设计上有一个问题，这应该是个数学问题，你有没有兴趣？他就让我去做，那实际上是个数学问题，是个理想数学的问题。就是说怎么样能够达到最优的那个，就比如说他说这个设计这个东西需要有多少的一个转换器，它的 size 到底有多大就足够。就我给他去算了一个星期，我真给他去算出来。这里顺便提一下，我居然有一个英特尔公司的一个联合专利，我跟他们去搞，这是事业专利。我这专利有一点都没有带给我，可能理论性太强了，可能实际上没人用上，或者反正多少有这个专利。然后他说你专利还不行，他就找到我们80级另外一个同学，当时在那个纽黑市大学新罕布夏大学任教，当时副教授，那个李明。就是那把张一凡在肯定的时候，一定要把张一凡，就要把张一凡找来。后来他们就找到了，这样我到纽约市大学去。那好，这两个是我的恩人，还有我的第三个恩人是谁呢？是
当时的 New Hampshire 大学系主任 Ken Appel 教授，他原来是在伊利诺伊大学任教，在1976年左右，他是四色定理的那个人，两个人之一。他是退休以后就搬到 New Hampshire 这区，但是那个学校又把他请出来当系主任，他给见了我以后，不知道怎么。到现在葛立明教授葛立明是这么告诉我，就在亨纳菲尔那边小看的，他这人是有点那种大数学家的眼光的，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对我就特别好。我在那儿呢，先刚去呢，你要得拿点东西出来，正好我有一个关于黎曼拆拉函数导数的那零点分布的有一篇文章，我就拿出来投出来被刘克接受了。而他在原来在伊利诺伊大学的那个同事呢，也是过去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专家。就我的文章刚被那个接受的时候，他就把转给那个同事看了。另外呢，我在那教了一个学期的那微积分，结果他对我就评价特别高。他还给全系发了一个 email， 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张一堂的教授教得太好，你看这些学生给他这个评价，为的好那么高的程度就对这样。一个呢是他在原来那个伊利诺伊大学的那个朋友对我那个论文的那个评价，居然那个词我记得很清楚，说这篇文章 course 是属于第一流的 first rank。 他拿出来说这他就提议说应该给张一堂直接就给他 tenure， 这已经够了。但是说实话，我也可能在这里有点骂人，我们系里有很多人是像那种学校，我们有很多人实际上是研究也没做过事。你说我的论文发表少，其实那也不见得多少人发表的比我更多，而且教学也不好。总而言之呢，还是当时没有通过。于是这个事情呢搁下来了。然后这位教授那个天上佩尔派很快还正式研究退休了，这个事情那也就过去了。但是我这一点来讲，我会永远感谢他，他也是我。然后这里呢，我们再顺便提一下，一直到前两年我就出去到处开那数学会议，还有一些专家就这方面的同行，有的还是我那2001年那篇文章的审稿人，他们还提起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太好了，他们就很惊讶，为什么你拿不到参与，还有这样一个情况。总而言之呢，说这个风风雨雨什么也都过来了。我现在每一次，但是我不嫉妒别人，但每一次我看到，这个，我国际数学界这个神童，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有。我看到这个神童以后啊，看到他们些小时候，比如说像俄罗斯的那个数学天才 Perelman， 就跟巴哈尔猜想有关的。他小的时候，尽管他父亲是个工程师，他小的时候，他父亲就不同用数学和逻辑的问题去训练他。很可惜的，我小时候可没这么机会，我自己就这么过来了。但是我想起来，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你说人生苦短，哪有什么可后悔的？有人问我，如果你出不来，你不觉得你一生就是被毁掉了吗？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我觉得我活得好好的。也许嘛，我对这个生活。我对其他一些动物总的讲还是比较淡薄。有的人说你是不是意志特别坚强的人，我说我也没什么，我能对付我生活中的逆境，与其说我坚强，你不妨说我这人很淡定。那么好，我对我们在座这些青年同学，也许等有一些东西呢，据说我这次来之前已经有人问了，就是从小学的数学教育，这个我待会儿我可以把它放在那个提问的这个项目去回答，好不好？但是我对我们在座的我们年轻的我的这学弟学妹，尽管其实也许我在北大感觉有资格说，在这里我有没有这个资格说还是问的，我还是说这样的话，你不要轻易放弃，你要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对人生的中间一些挫折啊看得过重，不要患得患失，
提示，如果你是热爱科学的，我希望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我先讲到这儿，好吗？充分的自由，他说这个男人他有这个喜好，就让他去做，否则他会后悔一辈子。我问你，包括那个时候，其实我有点有个坏习惯，就是抽烟。他也不大管我，我现在我还真戒了，但这戒也不是他逼着我戒。好，谢谢。应该说我更享受以前的默默无闻，因为从我个性来讲，我不太喜欢就受干扰。而现在呢，我发现你出了名以后啊，那时候就是我们说武侠里头一句话，就刚才还有一位老师问我，是你最喜欢哪一部武侠小说呢？好，我就说啊，我最喜欢的金庸的《笑傲江湖》。金庸在他的后记里头啊，也是在专门引用这句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因为很多事情我说我还想默默无闻，那最好我就躲起来，这 email 什么我一概不予理睬。可有时候呢，尤其像这种回国，性情难缺，而且对着那种这样，然后他确实那种真情，尤其对比我下一代的年轻的学子，很多东西我没法推脱的。尽管有时候想想还不如回到就原来那个过程，我经常这么想。可在这件事上，我爱人会骂我，我说我还不如不出名了，你又跟我装假了。这里呢要提一下，
我这个人其实有时候不太懂世故的，说话不是一定不合适。我跟我在那个新加坡西亚大学一个同事，也是一个华人一个教授，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在希望自己不出名了什么的，他就不高兴了，他说我就想出名，我做学问就是为了出名。他意思的话，你出了名，你跑这儿来说这些便宜话了。后来我觉得我真不应该这么说，反正这个东西比较矛盾。从我个人选择来讲，我还是多少还是选择喜欢就那种默默无闻的那种状态啊。张教授您好，就是我想问您，就是像在您已经做出了一个这么经典的这个问题之后，就是现在我想知道您在做些什么，就是科研方面或者说在思考什么问题，您是否还会有就是新的目标，就是这样。是的，我有新的目标，但具体呢，我暂时我就不说什么了。我现在在做，倒是在做一些事情啊。就是我觉得像解析出论发展到现在，我们掌握了很多技巧，但有些东西好像系统性不够，能够就是把我们以前我们掌握的那些东西，包括我用到的，也包括有些东西是我自己独创的一些东西，能够把它就重新给它整理一下，看一看有新的东西。这就是我有时候一种感觉，就是你做出来的东西啊，你很可能你自己是最糊涂的，因为你只是顺这一条路做出来的。我们停下来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你可能会有更新的一种感觉。我现在具体做的就是把我自己发展出来一套技巧，把它一般化，能看到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到底能走多少步。因为我这篇论文实际上就是我说的，我只是为了证明这一个问题，所以我的那些中间的那些结果都取的不是它的一般形式，太可能也太大了，太复杂了。我只要能够把这个有界这个房这个 gaps 能证出来，我就满意。现在我想把它一般化，我自己那些技巧。好，谢谢。我就举一个例子，包括我那个7000万现在降到了246，再到最后还是必须要用上计算机的，尽管具体的东西我没参与。包括我手头需要现在有一些要做的一些东西啊，可能就是我手头啊，我还没有拿出来，也许最后还是需要借助于计算机的。而在这之前呢，比如说据说1+3那个时候已经别人用上计算机，据说。但陈景润先生他最了不起，他也是很了不起的地方，那时候他根本连计算器都没有，就硬算那么复杂的计算他居然能算出来。我觉得以后数论的进展还是跟计算机可能分不开，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说的是计算机值，就计算它只是作为一个工具。我相信这基本的思想还是要靠你自己的脑子把它去想出来的。我现在只能说到这里。方向的时候，您是否曾经想过要换一个实用性更强的职业或者是工作？那如果有的话，您当时是怎么样一个过程重新又找回了数学呢？第一是这个事情没发生过，如果你要说我一点都没想过，好像也曾经想过，但我没有往那方面去做。其实那段时间我还是把很大的精力还是在重新又再回到解析数论啊，也包括涉猎了很多数学的很多其他的分支，倒反而在那一段时间，实际上我还学了很多数学，所以我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着转向什么的。谢谢。
的学习建议的，谢谢。好，我这对不起，我就先插一下，就是我刚才就说过，我在这个问题，我以后在提问的时候我再来谈，现在是这样谈了。我是给，那如果是我是给这些中小学教师呢提建议的话，就是说啊，一定要启发孩子的兴趣，他们的好奇心，而不是要轻易去抹杀他们。这里有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其实我也是想过的。我们知道在那个报告文学科的八个猜想里提到过这样一件事情，其实那位前辈是清华的，清华好像是航空系的教授沈源先生。那四十年代，不过那时候抗战已经胜利了，就是当时大学教授都会到中学去，可不过那可能是好的中学做一个巡什么循环的这去演讲啊，去教书什么的。于是沈源教授跑到什么福州一中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那学校现在叫什么，去给中学生去讲那个哥德巴赫猜想，可能这个神经论很大的启示。那么现在如果说我们已经是大学，好，你说这张一堂在这里装模作样也是个名人是吧，我总觉得我在装模作样，也是个名人，我们能不能比如说什么时候我们真的给中学生去讲一讲数学，其实在文革前也有过这种事情，华罗庚教授、关照石教授都，我想他们都做过这种事情，给中学生去讲数学。现在我觉得这种需要不需要这样，而这里对我们的好像可能小学生，我现在不能说太多，中学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啊，我知道我们国内这个问题，我知道它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我也不是说我有一个方式一下子能把它解决的，是不是我们现在中学教育唯一的目标就是高考，有人说是应试教育什么的，我说就是我是真希望在我们一些好的中学，至少高中，如果能开出一些作为一些就是甚至也不要求考试的，但能够吸引人们像初等熟论课，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事情。但这个我知道，这要实现起来恐怕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东西你又不能把它放在高考里头，到时候可能。家长啊或者什么也不高兴的，耽误了我们孩子的高考了，那这怎么办呢？现在有这个问题，但我希望我们将来是慢慢的往这方面去转，也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他的学习除了考试以外，应该还有一些更多的课外能够激发他的兴趣，能够激发他的好奇心，而不是抹杀，而不是比如说现在有个叫奥数是吧，我没法去评论，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怎么回事，可是我看到过有一些说有些小学生被奥数班逼得走投无路啊，说这好像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小孩把他们就给逼得太过分，是不是好事啊？对我们下一代或者对我们整个民族，我对此我是有点怀疑的。但是怎么样去解决，并不是说我在这里能提出一个，也许我可以说一通大话，但我也不想说，我不敢随便乱说。但是我们应该有个方向，慢就逐渐的能够改变这个，让我们这些后代真正的能够，一方面他们考试也能考，同时他们能够得到学到更多的知识，而且他们能保持对科学的爱好和兴趣。你好，我是北大的学生，去年你也做了我们本科生的毕业致辞，我想问一个关于数学爱好者的一个问题。我自己是法律和经济学背景，也对不是数学专业的，但是特别感兴趣。高中虽然是文科生，但搞了两个半竞赛，然后大学也听过我们江国军老师和沈老师一些科普型的一些数学报告。就像我这种水平，可能也大概也代表一部分人，就是可能就是基础数学的一些复杂问题和高等数学的一些最基础、最简单的问题。在这个水平上，您觉得像我们这一类人有没有什么进一步去学习数学的一些素材和方法？前两天我们来了一帮98年的中学生来学校做夏令营活动，我就跟着他们听了一场台球问题、三体问题、周期轨道的问题。它其实用的也是这种数学的方法，涉及到一些基础轨道的问题，就属于我们这个接受层次。虽然本职工作跟数学没关系，但还是有浓厚兴趣的。我们
没有一些什么建议和可供参考的一些方法？在这里我先说一下，我认为这个说基础数学啊、初等数学啊和高等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在数论里头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初等的东西往往比高等的东西更难，技巧性更强。至于你说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提高的话，我觉得这并不是太难的。如果你真喜欢的话，我们应该能找到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啊，现在资讯很发达，能找到很多资料，看怎么样去，可以看一些介绍性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看一些更专业性的东西，就双方都，我觉得这一点不会太困难。谢谢。啊，张教授你好。我有问题，就是您招 PhD 吗？像我听说您，我听说您是比较只关注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那您要是招博士的话，您对他的课题有这方面的要求吗？您会担心他毕不了业吗？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我能招 PhD， 但是而且我想，也许在若干年之内，我会招 PhD。但当然了，如果他是我的学生的话，那首先我会对他负责。我不能说我就做大了，就把他扔在一边了，把学生给耽误了。就像我曾经自己经历过的那样。但是呢，这里我就透露一点，也许做我的学生可能也比较不会太难，因为我手头有一些就是半成品啊，或者是1/4的成品。我觉得如果必要的话，可能这样拿出来做 PhD 第一个论文可能还不差。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多让学生去做，去帮他完成就可以了，所以这不会太难。
现在哈佛大学给他是全额奖学金，最高的。就是说像那样的国家，你看起来好像他一般的教育就并不是好像很好的，在普遍数学学不好，但是他有这一套体制，对天才儿童他没有埋，他不会去埋没他们，还是给他们提供了很高的机会。国内在这方面做到什么程度呢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太赞成就是国内有时候动不动就什么神童班神童班，先把小孩逼成神童，有时候呢弄得小孩就有时候给小孩就精神的压力太大，弄得最后反过来实现实在，就像鲁迅说过的，中国人对孩子一个是棒杀把你给打死，还一个是捧杀，这小孩有点天分就是整个舆论社会舆论把他捧得过高什么的，就对小孩一点都不利。在美国似乎也没有这种情况，就你过你的，没有人专门去捧你，也许报纸会给你适当报道一下。就说这个我能观察过，就是这样这么一个小孩，他心理状态一直还是很正常。这是一点，我希望国内也能够借鉴一下，就是这一方面，像美国，也许欧洲一些国家应该都有这方面的东西，这方面能够对这些小孩就有一个就是好的。但你说都是希望，而现在要能怎么做呢？我希望做一个家长，当你发现你的孩子真有天分的话，第一你要鼓励他，第一你要鼓励他，而不是抹杀，不是去压制他。第二，你也不要过分去捧他，整天在外面什么这天才啊，又什么把小孩给捧的那样，这两方面都要避免的。这里我讲一下我自己一个事情啊。去年我收到过 email， 有一个应该是北大毕业的，就我的一个，应该是后来他应该在人大任教，现在在美国波士顿，可能是 MIT 的，就做访问学者。他给我来 email 说他那小孩才十来岁，说对数学喜欢得不得了，也是自学，能学到高中，已经自学到高中了，现在在着迷于什么呢？着迷于就用圆规和直尺啊，因为听说了高斯的故事以后啊，就是圆规和直尺上自己就是能够把那个17正边形做出来。他说你对这个小孩有什么建议啊？我看了以后，你说具体我又没见过，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只能就泛泛说，就不说的那都是废话。就现在说，就是尽量鼓励他，激发他这个好奇心，就发现在具体的什么事情，比如他对这个东西他有兴趣，如果你家长在这方面，因为很多父母毕竟你家长也懂的，你家长尽量去多教他，或者像 Perelman 的父母那样的，有不断的用各种数学和逻辑的难题，从小就去考核他，激发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在逻辑这些东西，如果有些东西你找不，你家长已经承担不了了，你还达不到这个程度，可以找一些朋友，周围的朋友里头，总而言之让小孩就不断的激励他，让他保持这个。但是呢，不要到处去吹牛，我这个儿子这么伟大，最好不要这样。后来呢，就我跟他通了几次，我现在也挺内疚的，现在我们也不通了，因为我实在给不了具体问题。如果以后有机会见到这样的小孩，也许我还可以能够再给出一些更多的建议，也许我还是很喜欢我自己来教教这个小孩，咱们来比比智力什么，我给他比比看。不过这也只能，我就提到是你的事情，我现在只能讲到这，谢谢。今天还有很多我们一年级的这个清华大学四年级的学生，他们集体来听张老师的报告，也今天也是我们上午这个一年级学生的这个到清华大学所上的第一课，除了你们闭卷以外上的第一课。张教授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的讲座总是要结束的啊。所以我们再一次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做出的这个精彩。
谢谢。